个我听到的情报呢，是顾跟侯只会出一组人而已，而且不用大家担心，他们两位会自己去协调。比较没有听过侯朱佩的这个消息，所以现在目前听到的是这两组，跟侯只会出一个，配的人就不一定，配的人就不一定是谁，就没有听闻说他有可能要配谁的这个相关消息。但是侯不会去配，因为侯只会出一组人。